Standard Chinese, a modular approach, transportation module, unit seven drills. A transformation drill. Here is a new word you will need. The word for boat. Chuan Chuan Example speaker. 请你给我买一张船票. You. 请你给我订一张船票. One. 请你给我买一张船票。请你给我订一张船票。Two，请你给马先生买两张火车票。请你给马先生订两张火车票。Three，请你给毛太太。 买一张公路局的车票，请你给毛太太订一张公路局的车票。不。<Four. S 1> 请你给林小姐买三张直达车的车票。 请你给林小姐订三张直达车的车票。Five，请你给刘女士买三张特快车的车票。请你给刘女士订三张特快车的车票。Six。 请你给周先生买两张飞机票。请你给周先生订两张飞机票。Seven，请你给赵太太买两张船票。请你给赵太太。

我要到广州去，可以不可以订一张火车票？Two。我要到北京去，飞机票。我要到北京去，可以不可以订一张飞机票？Three。我要到南京去。 特快车的票。我要到南京去，可以不可以订一张特快车的票？Four。我要到青岛去，船票。 我要到青岛去，可以不可以订一张船票？Five。我要到天津去，汽车票。我要到天津去，可以不可以订一张汽车票？Six。我要到杭州去。 飞机票，我要到杭州去，可以不可以订一张飞机票？Seven，我要到苏州去，直达车的票。 我要到蘇州去, C, response drill. Here are some expressions you'll need to have finished doing something. 坐好了,坐好了, to have agreed upon. 说好了,说好了, to have reached a conclusion. 想好了，想好了。Example speaker，做好了吗？No，you。No, <you. S 1> 没做好呢。One，做好了吗？No，没做好呢。Two，说好了吗？Yes。 说好了。Three，想好了吗？Soon。快想好了。Four。定好了吗？Not yet。还没定好呢。Five。说好了吗？No。 沒說好呢? Six. 做好了嗎? Soon. 快做好了。Seven. 想好了嗎? Not yet. 還沒想好呢。D. Expansion drill. Example, speaker. 哪班飞机？You. 哪班飞机？几点钟起飞？Or, speaker. 哪班火车？You. 哪班火车？几点钟开？One. 哪班飞机？哪班飞机？ 几点钟起飞？Two。哪班火车？哪班火车几点钟开？Three。哪班汽车？哪班汽车几点钟开？Four。 哪班飞机？哪班飞机几点钟起飞？Five。哪班直达车？哪班直达车几点钟开？ Six，哪班特快车？哪班特快车？几点钟开？Seven，哪班飞机？哪班飞机？几点钟起飞？

上海，这班飞机直飞上海吗？北京，这班飞机直飞北京吗？武汉。 这班飞机直飞武汉吗？苏州。这班飞机直飞苏州吗？青岛。这班飞机直飞青岛吗？F transformation drill. Here's a new word you'll need. The word for railway station. 火车站.火车站.火车站. Example. Speaker. 从三里屯到火车站要多少时间?多少分钟? You. 从三里屯到火车站要多少分钟?1 从三里屯到火车站要多少时间？多少分钟？从三里屯到火车站要多少分钟？Two。从东单到王府井大街要多少时间？多少时候？ 从东单到王府井大街要多少时候？Three。从长安街到日坛路要多少时间？几分钟？从长安街到日坛路要几分钟？ <Four. S 2> 从北京到广州要多少时间？几天？从北京到广州要几天 <Five. S 2> 从南京到上海要多少时间？多少小时？ 从南京到上海要多少小时？Six。从杭州到广州要多少时间？多少小时？从杭州到广州要多少小时？Seven。从光华路。 到火车站要多少时间？多少分钟？从光华路到火车站要多少分钟？G transformat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。如果我八点钟离开家。 来得及吗？You。如果我八点钟离开家，什么时候到？One。如果我八点钟离开家，来得及吗？<One. S 1> 如果我八点钟离开家，什么时候到？Two。如果 我十点钟离开学校，来得及吗？如果我十点钟离开学校，什么时候到？Three。如果李先生十一点十分离开大使馆，来得及吗？ 如果李先生十一点十分离开大使馆，什么时候到？不。Oh. 如果张女士十月七号离开这里，来得及吗？如果张女士十月七号离开这里。 什么时候到？Five。如果他四点半离开饭店，来得及吗？<Six. S 1> 如果他四点半离开饭店，什么时候到？Six。如果。 你早上七点钟离开家，来得及吗？如果你早上七点钟离开家，什么时候到？Seven。如果他们现在离开车站，来得及吗？ 如果他们现在离开车站，什么时候到？H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，请你来接我。You，请你派个车来接我。One，请你来接我。请你派个车来接我。Two。 请你来接他，请你派个车来接他。Three，请你去接他们，请你派个车去接他们。f <Four. S 1> 请你去接他。 请你派个车去接他。Five，请你送我去。请你派个车送我去。Six，请你来接他。请你派个车来接他。Seven。 请你送他们去。请你派个车送他们去。I expansion drill example speaker。我送你到飞机场去。You。我派车送你到飞机场去。One。我送你到飞机场去。 我派车送你到飞机场去。Two，我送你到火车站去。我派车送你到火车站去。Three，我送你到汽车站去。我派车送你到汽车站去。 Four，我送你到他家去。我派车送你到他家去。Five，我送你到银行去。我派车送你到银行去。Six，我送你到大使馆去。 我派車送你到大使館去。7 End of drills. Unit 7. Transportation module. Standard Chinese, a modular approach. Standard Chinese, a modular approach. Standard Chinese a modular approach.